エルシオンによるこの空間への干渉思考回数が4096に達した。遮断は正常に終了するも、外界におけるエリュシオンの因果率改変は危機的状況と判断。よって制限付きなれど外界の記憶の保持を許可する。太爽啦，我都记得。無限回路イデア管理システムを、对方开外挂，那我们用外挂。外界に関する自我認識プロセスの遮断処理をリプログラム。外界の危機的状況を打破するためには現時点で必要と判断。エルシオンによる因果率改変は必ず阻止するべきものである。ただしこの世界での記憶を持ち帰ることは引き続き禁止とする。哦，就是外面的记忆会到里面，里面的出不去。第四階層への侵入を許可する。好。試練の果ての可能性。今こそそれを掴み取ることを期待する。我的封印石有多吗？诺艾尔、兰迪啊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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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赛特也来嘞！ゲームのかけらが利用可能。金杯复活术，又是外挂。レディーズポイントの称号を開始。看一下哦，速度取胜，然后艾斯蒂尔跟克洛雷恩各一个。新規項目を追加。增加 BP 要3000呢，好贵哦。开抽吗？我现在没珠子，好像都剩第二层的。封印石の開封が可能。因为我第三层都没打，所以我等下连打两层。カゲロウ工房を展開。千年方向を起動。哦，贤王珠、龙瞳还有星月可以合哎。哇靠 ！ATS 加400，之
前是没有真系列的，对不对？是新的。普攻解驱动，先找一下霸道，还要一个昏厥之刃三。这个山是不是要合很多？感觉要做蛮麻烦的。哦，所以我二再做一个就可以合了。很多人装在身上，然后没拆。我还要一个一个找哎，那我直接用做了。交渉プログラムを起動。是谁的孤剑啊？是这个吗？宣伝方向起動。好，这是第二颗，还多有孤剑。那我把一个昏厥之刃拔掉就好了。找一下。我知道了，这样应该比较快。就是先找一个，然后再把它拆掉。居然不能装同样的，好，装了之后再拆，完美。宣伝方向起動。有真霸道吗？我没看到哎、欸。哎呦喂、欸，150哎、欸，我操，真是霸道啊！这样子有一颗，太真了吧！カゲロウ工房を展開。你真霸道，要不要做一颗啊？感觉很屌。哇，空鼠伤害加40哎、欸，这感觉也蛮好用的。先去农再抽一抽，感觉后面可以抽得到哎、欸，所以不用急。好啦，我们先把角色放一放。有谁要练功的、啊？哈哈哈哈，跟好多人。
我们把任务角都带上来好了。哦，三主角对话，稀有。一下还能买什么好了？哦呦，一堆粉毛体优哎！黑发的飞，太爽啦！浴袍战队。爆！哇，现在可以买到 level 3了，好扯！靠杯，我们刚买这个，然后跑出二，气死！感觉现在都不用特别买了，这个先买好了，武器买不吃亏。可是你帮买之后，好像他不会拿到重复的。先看一下飞的，飞的鞋子应该会加那个哦，加回避，哦吼，没错，加10%，强到不行。好了，我们先去打第三层吧。感觉这个回廊要泡久一点，不然等下就没得玩了。不然我们要打第二轮。要去第三层路口吧。楽しい探索の始まりね。好了，我先把任务解完。我记得这个是用太极人扁人的。哎，哪边可以看任务啊？跟爱到加速。最重要的那个跃进，有没有人可以中一下？艾玛，对不起，借个格子。
五金片。哎呀，现在一刀都十几万了，太可怕了。各種ステータスアップで金色的，可恶！今天想看到乔治的金牛，但是又不想看到他。只是现在有点犯贱状态。よし、ミッション達成だ。哎，三宝箱，各位，一，好，还行，二，烂，三，烂。ゲットしました。皆さん、そこだ。待ってください。リバータイムだ。押し切るぞ。ヒギ、裏早て。戦局万来ね。行くぞ。应该先要用太极轮揍一只吧，那这样任务就解完一个。来，哦哟，来呀，来！何の番？耐えられるかしら。これで終わりよ。殲滅完了ね。せい、さあ、いつでも行ける。这一层宝箱有点少。哈，おっしゃ。道が開いた。せい。这城会虐是因为就是上个篇章的吧。我好快啊，看到怪在逃欸。这边有要连接杀怪吗？台主是用电脑玩的吗？没错哦，你好快哦。哎，まだ先があるみたいだな。这是什么状态？进场就直接麻痹了。哦，哇哦，结界！这应该是要打机关打开吧？这怎么看起来很像假的？哎，没事哎。やばい相手だ。気合を入れろ。奮い立て。バリアントレイジ。みんな、一気に決めるぞ。バリアントレイジ。みんな、やっと相手だよ。連の番ね。それ。戦局万来ね。俺の番だな。番を連れて。不敬拳。よし、
欸，伤害已经快比上一代高了，欸，我上一代顶多打二三万吧，极限了。我现在只要暴击就超越了。いつでも行ける。高エネルギー。やばい相手だ。やばい。元気出してこ。トレジャースマイル。やべえ。バンドつぶて。無は有にして。有はまた無な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哎，密室。哦。金色的吗？哦，蓝色的还行。蓝色是抽那个支线篇章。我不是有装月镜的吗？还是我装错？对啊，我看不到宝箱哎，好奇怪啊！飞鸿拜拜。装备宝箱可以抽得到，那也可以用买的。哦，试炼之门。可是那个宝箱要怎么开啊？研究一下。これで次に進めるわね。有可能是把这三只怪打死就可以，试一下。哎，他在怕哎，哎，干嘛？哎，别跑啊！超快。你不要过来呀！可能加速是好少。你不要过来呀！看效率图哎。哎，还是不会解。哇，他这个是大宝箱哎，来让大家看得更开心一点。哎呦，这双马尾好恶哦！甜甜圈咪西，夏日橘红，
我要你。你们好笑一点。恶堕黑兔，我就推。好了，我也不要解任务了。还是没有教怎么解，因为这边都探索完了，还是我要到下一层了。我先到下一层去解。有个红色的，红色的。你说有个红色可以打爆，可以九变化。哦，地图上会有个红色的怪，找不到了。これで大丈夫だ。红色的怪吗？可是我都杀光了。对话一下，找一下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哦，会触发突袭哦，反正就是打怪嘛，简单嘛。可怜呐、啊。哦，看，就是用后备员。我有飞，你打得赢我吗？跟鬼一样。解除枷锁，飞现在的回避率已经100了，因为我帮他装契约纸。哦，所以主力你在打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东西。啊，很聪明嘛，可以练两边哎。好，我们先让飞进去玩。冲啊，嘲讽。射。欸，他们血太少了吧。我还需要练吗？跟我直接 A 就好了。你们太丢脸了吧。その程度か、精進するがよい。やった。やったね。まだまだこれからだ。ありがとね、みんな。わお。
力になれてよかった。黑色的也有吗？哎，黑色的。嗯，使えそうだ。哇，这个也是珠子吧？哦，好爽啊！トラップエリアですか？我偷看一下，应该可以临时改难度吧？不行哎，还可以耶 ，Nightmare。これで次に進めるわね。哦，我们打完了。どうやら区切りみてえだな。啊、算了，居然是这两位啊！师母好，恶堕师母。看一下，粉碎一切。嗯，啊，看错人了，我应该看右边那只。尾刀，抽不到金的，西亚是来干嘛的？他来加暴击的，很强哦。哦，来到下一层了，后半。そうだ。敵発見。制圧します。見たか。这游戏变好轻松哦。哎呦，鸭嘴兽太锐。どうか気をつけて。食らいなさい。気をつけろ。元気出してこ。プレジャースマイル。
泰瑞，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武进拳。他好像是叫我用太极轮杀怪吧，好像杀四只就好了。妈的！算了，任务我懒得解了。闪二的时候出来过吗？感觉有遇过，但我又忘了。私の番です。無流なく起動、照射。今です。隙あり。残る残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十。不进去。哦，黄色的是抽小游戏。这次没嘞，快了。泳装好像可以抽四代的，然后新的要等吧，新的要等十月。嘿嘿，开箱喽！时间爆发还不错吧？会不会有霸道呢？好期待啊！这好输压哦。我们就这样高等练功，然后再开高难度，好玩。所以我的任务到底解完了没有？小招吗？哎，我记错了。
啊，别尾别尾。私の番です。いいわよ。行きます。俺の番だな。よし。选单吗？哦，这个听一下好了。哎，尾刀时间。啊，又是银色的。第三层还是快点打好，因为我们已经开第四层了，这代表装备会送更好。哎，居然漏了一个。ダークゾーン。障壁が消えたか。这个是超级巨化梗鬼。注意してください。烈光陣、フォームだ。金色、哦、小游戏，乔治，我好想你的金牛啊！我只要你的金牛，好想你，好想搞输你。哎，那这个要怎么过去？哦，出现了，bonus， 金牛好像是血越多越痛吧，所以当你打第一集的时候就很可怕。好吃。宝箱发现。他突然啪一下，时间断掉了。发光嘞！打不到。好可爱哦，有点怕被背刺。好，应该是不用太担心。
私の番です。えい。戦闘終了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这区东西也太多了吧？あの発光体は长青之绿，哎，哇，金色的，免费的大绝，这是会喷钱吗？哦，好像也没很多。天哪，这边也太爽了吧！还想跑啊？哎干！もしかして、太快了，我控制不住。这好爽啊！啊，存档存档。这里好像可以泡温泉。原来就是 Fall Guys 开加速的感觉嘛！我看到新关卡，觉得有几关蛮好玩的。お宝発見。我比较喜欢那种关卡很长，然后比速度，感觉最后面玩吃鸡还是要比快，比较好玩。嘿嘿，太香了吧！哦，哇，满了！宝箱だな。邪魔をしないで。よし、これで大丈夫だ。每一场两三个，好惨哦。也只有 P4 版可以玩，可是 P4 控的手感好不习惯，然后。排的人又好少。トラップエリアですか？危険ですね。これで次に進めるわね。ゲットね。哎，走错了。你抓了瞬移外挂，然后跟着瞬移。
感觉很好玩。強敵です。注意してください。元気出してこ。トレジャースマイル。バンを連れて。我觉得要设一个时间呐、啊，就可能十秒内到终点的话，然后他会自己标注那个账号，然后记一次警告，或者直接判输啊。像外挂就要等其他人。箱宝箱発見ね。ゲットしました。哎呀，钥匙我多三个嘞。哎，这里只有宝箱吗？这一层居然没有怪、欸，好扯、喔！